然后不是跟你讲过，要生气的，记起来，轻轻去就好了。你要站着，你这样，你坐着，为什么？他这个纸朝自己掉下去，他会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怪你好厉害。遇到很艰辛。他就没有办法走上下，来，另外一个巨石拉平，再往下，好，你可以再走。